Dave， 我跟黑鸡要往后十年派对，还有所有影片的免费入场券。去年去表演虎山表演的时候，啤酒不能喝到饱，喝得很不爽。支持，坚持，这样我就可以再认识年轻美丽的女导演。办的跟那个春娜一样，每一个台都有一部电影这样子。希望永木可以一直很嗨下去，然后永木是比较轻松，就是蛮希望可以继续保留那个精神。放映的都是绝对值得看，甚至值得一看再看的片，它的口碑永远留在观众的心目中。青青今年是18年，所以我觉得，我们都可以彼此互相砥砺，互相的支持跟加油。Be yourself， 然后 be cool，be the one，be unique。Keep growing, keep growing at that rate, and it will keep being successful. Because I think it's one of the best times of the year, and everyone looks forward to it. 维持边缘，维持小众，维持多元性，千万不要被资本主义给打倒了。